这一棒把球打出来，在中边方向的平飞安打。这一支安打也是陈雅各在这场比赛的所出现的第一支安打。童柏胜呢被打的第四支安打。的外角的位置被他拉到中外，外角快速球，身体有跟得上去，方向掌握的不错。其实以童柏胜这个球的位置没有失头。 这个球是已经来到边边角角不好判断的地方，所以打给洪明的时候，你身体跟得上去了哈，那个方向的掌握就对了。